走那个顺桥拢比，顺桥跟美女在在地。然后外形它是游龙，翻江倒海，好像一龙对黑河，它那个会追踪的，可以带它追着你，类似你有能量的。要戳你，要摸你，要戳你，要这每一个骨节都等着要怎么去变化，它不是空的，你每一个铁它都进气贯穿，它等着要再收缩你。所以你这个为什么要你的身体要去拧转，身体去拧转，它要练这个背贯穿起来，它把气练沉下去。你看你那个根都在，根都在，你永远变化都很清楚。